非常的热闹，大家都在运动。满满都是人。到处都是人。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运动方式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数。非常的多人。而且风吹过来还蛮舒服。大家一起来唱歌。跟着宝宝一起来运动，你看每个人的运动方式都不一样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到处都是人，森林里草丛都是人，你看每一个角落都是人。风很凉哦。有没有感觉风吹过来非常的凉？还有飞机降落，有很多游乐设施都是免费的，都可以来这边运动走路。对，你看，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，很棒。跑步的跑步，走路的走路，跳舞的跳舞，小朋友一起荡秋千，还有溜滑梯，都很棒。还有转盘，很多运动。还可以来这边嘘寒问暖，还可以三姑六婆，还可以做复健，青蛙蹲，很棒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运动方式，累了就休息。你看，很热闹。还可以跳远，这个运动场大概有400公尺吧。欢迎大家一起来运动哦！还有你看，还可以摇呼啦圈，还有做健身运动，很棒。好，继续走了哦，还有练功的哦，你看。武功秘籍，很多种运动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运动方式。那我是先来走个举铅看看，因为最近瘦得太快，有点肉松，所以稍微来运动一下。你看每个角落都有人。每个人的运动方式都不一样，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形形色色。你看很多人在跑步，有没有看到密密麻麻的人？本来这里还有一群人在跳舞，结果也解散，可能已经跳好了啦。然后这个花是最香的，来闻一下，七里香。好漂亮啊！
每次来到这里都会停下来赏花，很香哦，很香。到处都是一群人，都可以聊聊天。好，继续跑步了哦，拜拜，晚点见。